分之时间，微风拂过，落日熄灭。熟悉的笑声此时不再，一旁站着一个人，一只小金丝猴即将长出它鲜艳的头发。今天，小家伙要在万众瞩目中初次亮相。他的宽大速度从大脑一个会中走入新的世界。总而言之，这个小家伙真是给了家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仅仅生活在艺术世界里，作为灵长类动物中最稀少的一只，它们依然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着。它们就是金丝猴。今天，地球上生活着50多个灵长类动物种群。然而，人类对金丝猴的了解比其他任何灵长类动物都要少。研究显示，这些幼龄养育良好的动物在中国仅有几千只。栖息地的破坏让它们感到生死存亡的边缘。20世纪末，中国滥砍滥伐现象日益严重，金丝猴被广泛的采伐在深山里，很多甚至只能栖息在雪林里。这种驱赶，再加上他们喜欢在树林上生活，使金丝猴成为世界上最难见到的动物之一。诱捕它们的陷阱更是不可惊人。金丝猴的腺脏被认为具有激发性欲的功能，它们的金红色的皮毛更是抢眼夺目，这些都成为黑市上的抢手货。现今，严格的保护条例已经制定，将金丝猴作为中国野生动物重点保护对象的选址正在大力进行。秋天的清晨和午后，北京濒危动物中心又开始了鲜艳的一天。这是金丝猴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在度过了酷热的夏季之后，它们精力充沛地进入了交配期，这也是公猴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经过几个星期的脱毛之后，它们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和许多生活在季节性气候条件下的哺乳动物一样，金丝猴每年都要更换一次毛，这在公猴身上尤为明显。它们头上的毛也是长达50厘米。尽管不如公猴那么引人注目，只有猴的皮毛也会发生变化，它们变得更加柔软，呈现出金黄色。在金丝猴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修饰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公猴母猴表达爱意，剪除彼此身上的虱子。北京濒危动物中心距离市中心大约有1小时车程。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金丝猴繁育基地。政府对金丝猴予以重点保护，但是人们对它们的生活习性却知之甚少。于是，这个动物中心改变了名声。金丝猴在野外生存时要吃大量的树叶和树皮，所以
除了水果和蔬菜，工作人员也尽力为他提供天然食物。大多数这些鸟最终将被放回自然保护区，因此让他们对自然栖息地的食物保持未来几十年至关重要。金丝猴特别喜欢吃桑叶，动物中心特意为那些新搬上妈妈的金丝猴开辟了地上的桑树园，因为桑叶能为体弱多病的小猴子提供特别的营养。秋天的美食是柳树的枝叶与茎干，金丝猴吃着从柳树枝上脱下的甜食，一天一天茁壮成长。金丝猴是最喜欢群居的品种类动物之一，这一点在其族群内表现得尤为突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经常会抱在一起，脸生生地挨在对方怀里。一个金丝猴家庭通常有一位处于支配地位的男主人，他的妻妾以及对方的孩子组成。教育的责任主要落在母亲的肩上。父亲的耐心偶尔也将受到考验。哀叫声也是金丝猴的一个特别之处，与其他动物的哀嚎声不同，那是一种哀鸣的叫声。金丝猴以此表达它的忧愁。动物中心内住着独门独院的四大家族。邻里之间的相互依偎互依，这样的安排有利于研究人员近距离观察金丝猴的个体行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往来沟通。住在一号楼的是这里最大的一家，一只名叫傻娃的公牛是他们很好的中意的邻居。与其他动物一样，傻娃拥有一妻一妾。妻子六个月前产下的儿子尚处于哺乳阶段，这种时候做母亲的怎么也得享受一些优待。儿子小大也非常嫉妒父亲对母亲的交代，但是他即将到来不再是注意的中心，他的母亲马上会再次来临，母亲的天性也会使新生儿成为新的家庭。在享受了六个月的母爱之后，这个小家伙将承受痛苦的磨练。现在到了交配时间，宠儿渐渐对孩子的母亲失去了兴趣。他看上了四号楼一只浅黑色皮肤的年轻女孩，与此同时，对方的胸前项链也突
身份证以外，另一个人是相互的。丑儿的妾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引诱他，但是这只大公鹅全部的视线都集中在了四号。不，当兵的爱是不会有结果的。丑儿的爱慕对象早已经成为了别人的妾。那是一只长着黑发、多疑好动的公鹅，名字叫天泉。天泉是一只典型的穿金丝猴，它是在几个月大的时候被当地农民发现的。动物中心的高级兽医齐天军收养了它，并把它带到了这里。然而，天泉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两年前，一只公鹅闯入它的笼子，咬死了它的幼儿，想以此献上自己的幼儿生命。当时天泉得了胃病，正在昏迷之中，因而没有能力还击其母主。天山自此俯视着这只四川公鹅的尸体，不久，灾异带走了原有的幽默感。他带着满腹的进攻气息，守卫着他那已经大小的家。就像现在，为了保护那只精神荡漾的母猴，他不得不守护着。金丝猴的好奇心极强，这是他们具有滑稽的面部表情，略带沮丧的短嘴，眼睛周围裸露的灰白皮肤，以及那几乎单薄浅薄的鼻孔，赋予了他们独特的吸引力。成年公鹅的嘴唇两侧呈有很大的肉质线。一般来说，一只公鹅长到七岁左右，便从青春期转入性成熟期，此时它们嘴角的肉质线开始发育。母猴一般在四岁时达到性成熟，它们也有肉质线，不过明显要小得多。金丝猴的个头大小不一，成年公猴的平均体重约为35斤，平均身长1米出头，向上的大约2米。母猴脚相对轻一些，平均体重20公斤，站起来大约只有0.7米。一般来说，母猴的个头是它配偶的3分之2。金丝猴的栖息地曾经遍及中国各地。1000多年前，宋朝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只有皇家才能穿戴用金丝猴毛皮缝制的衣袜，其他猎人都不得杀害金丝猴，否则将处以死罪。今天，金丝猴的活动范围变小了，人们只能在云南西部的深山里以及四川、陕西阴冷的山坡上寻觅到它们的踪迹。与生活在同一栖息地的大熊猫等动物相似，当寒冷的冬天来临，它们有时也不得不爬上树梢，进入山谷寻找食物。郭根是动物中心里的一位动物学家，他听说陕西慈母山腊山处有金丝猴出没，这一带已经1年多没有金丝猴的消息了。但是在白马谷，半路的山门又听到小小喧闹声，他说金丝猴。金岭山脉浸染了一层一层的秋色，满眼的黄叶、枯草、老树，却不见金丝猴的身影。树丛中有闪电，也许松鼠听到了几公里外那独特的吱吱声。但是郭根相信，这里一定有金丝猴。近几年来，动物中心已经在这里送走了好几只金丝猴，也许他们还记得它的黑色。Thank you.
情侣山脉上，金丝猴看不到眼睛近的一些。大约100只金丝猴在高耸的松树林中横冲直撞，目视四下。金丝猴们手握四肢在空中快速飞行，大伙即使看到孩子，也行动自如。是金丝猴一天中最好的一个时候，一场会战而发的，也是他们在跟你的喜悦，当然也许只是爱情的缘故。10点左右，大多数金丝猴精疲力尽，安静下来享受甜美。在刚刚的树顶上，天敌们也看不到，但是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也岂止是那些幼小黑熊和狼子？金丝猴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性，它有90%的遗传基因和人类相似。我们对这种优雅灵长的动物的了解，会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人类自身。华夏传奇，精彩继续。冬去春来，又一个小生命降临了。他的爸爸大企鹅是动物中心最大的恩宠之一。小家伙长得有点子弹型的脑袋，对初次看到的世界充满了好奇。这个小生命和大企鹅是同属的样子，他也需要被宠爱。妻子诺伊送来了。当大家伙和他的先生们背上肿瘤的时候，稍大一点的小家伙们只能自得其乐。他们都不满意一些，身上的绒毛要断掉时间才能长成赤红色。活跃的小伙子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长得像他们爱护的大种子那样强劲有力。与此同时，一场降雨正在大厦里面悄悄展开。大桥的小孩子在他的妻子咪咪和小雀打火之间引起了摩擦，但是咪咪占了上风。没做过妈妈的爸爸连孩子的一根毫毛都顾不上。两只母猴只顾着争辩，却没有意识到小家伙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这回该轮到他叫了。齐家早深爱着他们的是金丝猴，金丝猴们为他相处相爱着。这份相互的情谊使齐家早和中国其他的研究者都更加了解了。即使不用轻轻拍打体能治疗的小孩的肚子，他刚刚捂着的是个孤儿，养育员正拖着奶瓶给他喂奶。小可是今年诞生在动物中心的3只小猴之一，但是当其他小猴趴在妈妈怀里拼命吮吸乳汁的时候，小可只能守着自己的乳齿。
隔壁小宝的小邻居正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这对小孩来说近似奢侈。虽然姑姑与他同处一室，但是旺盛的食欲总是令母亲的灵魂黯然消失。星期之后，小宝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但是他一定要记得母亲去世前和他朝夕相处的那一个星期。小宝的母亲比尔七年前就在这里，他的性格温顺，是最受欢迎的居住者之一。两人怀孕后，玛丽莲用满心期待地照顾了他六个月。最终保持两人生命的，并不是流产或压力，这只可爱的小动物变成了白血病。杨丽莲的儿子有子玉金用镜头记录下了弟弟最后的生活片段。出生才两天的小宝只有几刻钟，尽管生活不好，脸蛋还是坚强的，他自己还好了似乎。面对与另一位母亲以及他们的丈夫苏子生活在一起，苏子充满安心的手臂和家人，但是没有变化而死了。他死的那天，苏子猝不不已的照顾着他，他那个小宝贝依偎在母亲的怀里，直到最后。尽管有一个贪嘴的姑姑，小宝还是成长得很健康，这要归功于杨丽莲的精心照料。这样条件下出生的孙子，让那些出生在野外的孩子活得长久。野外生存的孙子，经常面临发炎、分离神经以及失去栖息地的危险。他们的平均寿命大约为12岁，是最难。总有一天，小宝将学会享用柳树皮的桑树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天咬着手指头。至于柳下花，他需要百个果园。未来十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索取，以及迅速增长的地球人口，将导致数千种动物的消亡。如果动物们的野生环境慢慢消失，三只不存可以奋不顾身。为了挽回迅速流失的野生环境，紧急封锁的各种自然保护区正在中国的五湖四海建立起来。金丝猴的全球是两万只，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还生活着数千只金丝猴，这为建立基因库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金丝猴喜欢群居的生活方式，也确保它们能够持久地生存下去。如果人类善良地对待它们，金丝猴的未来也是充满希望。